造匠一样用 shared node， 你就可以不用复制来复制去。那没关系，那就是看你自己，那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单独片段的做调整，还是你想要整个影片只有用同一台相机，你就可以其实同步这一个曲线的图层啦。那像是我现在觉得这个绿色，我会觉得不太喜欢。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 hue 跟 hue 的部分。好，就这样啦，搞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efore 跟 after。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efore 跟 after， 就整个是不同的感觉啦。好，就这样子轻松解决。然后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觉得，哎，每一次要这样子单独从头到尾的调色很麻烦，想要存一个 LUT 或者是存一个预设，那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你们去自己玩玩看，就是我们可以按右键，你可以不要 generate LUT， 你可以直接，好，那大概，好。好，那这样我们三个片段就这样搞定了。那我如果想要这个颜色套用到我们下次拍摄的影像，如果你是同一台相机，你想要套用到下一次，正常人可能会做一个 LUT 啊，就像是 clip， 然后按右键，然后就是 generate LUT。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就是如果你这样子调色，你做一些调整，你有可能局限这一个我们的0到1023这个 bar bit 的亮度空，就是最亮跟最暗，你有可能压缩到这个东西。那你如果呢，想要存这所有的图层，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剪辑页面，我们直接开一个 effect， 然后有一个 adjustment clip， 这个很好用，我们就直接再回到我们的调色页面。那你就把这个我们调整好的片段所有的东西直接复制贴上到我们的 adjustment clip， 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保留所有的图层，你这次做的颜色调整啊，然后还有大概的色彩匹配的部分，就是色彩矫正的部分啊，就是你每一次拍摄不同，你就是调整前面三个，但是所有的颜色这些都还在这个调整，然后图层也管理的非常清楚。那这个 adjustment clip 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按右键，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剪辑页面，我们就可以这个 adjustment clip拖移到我们的任何的我们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按右键，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OK，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剪辑页面，我们这个 adjustment clip 可以直接开一个新的资料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adjustment clip 丢进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资料夹按右键，我们可以 export。我们可以 export， 我们可以 export bin， 就是把这个资料夹输出的概念，然后你就可以存到你想要的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下次直接把你这一个档案，就是我们这是我自己的档案啦、啊，那我们就可以下次我们资料夹档案总管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拉到这个我们的 media pool 里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adjustment clip。我们直接示范一下啦，我们直接把我之前的。我们直接给大家看看，我们直接示范一下。你看，像是我之前的已经作为一个资料夹的输出，我们直接丢进来这个 DaVinci Resolve， 我们就会有整个我们的媒体库在这里，像是有神灵啊、logo 之类的。然后我们有一个颜色，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adjustment clip 再给它拉下来，我们就可以快速套用到前面所有的颜色。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前面这个，然后我假设我想要之前的 adjustment clip， 我们就可以复制贴上，然后保留所有的图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比你做一个 generate lot 还要好太多了。你所有东西都可以单独分开做调整。你想要单独调整我们的亮度，那没有问题。饱和度呢，也可以调整。这完全是超级简单轻松的方式。好了，那就是这样啦。OK， 那我们今天的调色部分就到这里。OK， 那我们今天的三个片段的空拍调色就到这里，简单明了的分享。OK， 那我们今天的调色 ，OK， 那调色分享就到这里啦。OK， 那我们今天的调色分享都到这里啊，简单的空拍调色分享。OK， 那我们的，Oops。OK， 那我们的 ，OK， 那我们的 ，OK， 那我们快速的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 ，OK， 这是我们的快速。OK 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速调整的。OK， 那这是我们今天 OK 搞定，那这是我们三个片段的空拍画面快速调色的分享影片。OK， 我们来看看最后长怎么样。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调色分享空拍的影片，就这样搞定。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调色分享空拍。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调色空拍分享的影片。那这是我们 Jesus Christ。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空拍。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空拍颜色调色达芬奇调色分享影片啦、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好，我们最后调整出来就是长这样啦。那就我们今天的快速空拍达芬奇调色的分享影片啦。Yeah， 完美。好，我们看看我们最后调整出来的片。OK， 那我们最后调色就看起来像这样啦。OK， 那我们最后调色出来的影片看起来就像这样啦。那我们这 ，OK， 这我们今天最后 ，OK， 那我们最后调色出来的影像就长得像这样子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快速空拍达芬奇调色的分享影片。